财位这样做，让你赚到爆。财位要香香的，所以要放一盆花，然后要亮。收回来的金鸡的确会有财进来。2021年转2022年呢，大家要把南方好好的顾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可以放个巨板。TVBS 欢乐台资讯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